请掀开经本第121页。121页，121页，我们看最后这一段。二者身心，这小段昨天我们读过，我们为了学习的连贯性，还是从这一段。看起，二者身心，言身心者，即是身性之心也。亦有二种，身心，这个是具三心者必生净土。前面经文里面讲，善导大师告诉我们，三心是正因，一个众生能发这三种心，佛就告诉我们，他就必生净土。那我们前面学了第一个至诚心，至诚心就是真实心。那么真实心呢，我们自我反省，我们的真实心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经文的勘验，遇事的勘验，反省，我们这个真实心从自身发起非常的困难，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发得出来，即使发出来了也不见得能够保持。那么这个真实心我们还落实在念佛上，阿弥陀佛，心是真实的。那除了念佛以外呢，我们这个心不真实，所行的一切善法，祖师都告诉我们，这个叫杂毒之善，虚假之行，不明真实业也。所以这个真实心、自诚心，最后又落实在忆佛念佛当中。那么二呢，就是身心，身心就是身信之心。信什么呢？亦有二种，对，这两种身信，善导大师给我们提示出来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地方虽然我们昨天学过了，那我们还是读一遍，加强一个印象。一者决定身性，自身现世罪恶生死反复，旷劫以来常莫常流转，无有出离之缘。这个就是善导大师教我们要相信自身，就是我们自己，相信我们自己是罪恶的生死凡夫。旷劫以来在六道里面流转，没有出离的机缘和机会。这一方面呢，善导大师给我们提出来，我们感觉容易信。所以同学们，这个法门呢，有的时候我们仔细观察，往往是一些有罪过的人呢，或者是曾经造过许多恶业的人呢，他归命的更彻底。而且我们在这个法门当中也能看到，在净土中这个往生的这些案例当中，我们也能看到许许多多的罪恶的人，他知道自己是罪恶生死凡夫，没有出离的机会了，
他就老老实实靠佛了。这一靠佛，这个不可思议的效果效应。你看我们常常听经，同学们最熟悉的就是宋朝的迎科法师。他一生当中出家，可能也造作了许多恶业。造作恶业呢，他就一般想，这个按照一般的佛法里面，可能他是很难成就了，所以他就向师兄弟们请教，看看佛对我这样的人还能不能救拔一下，救度一下。师兄弟就给他一个往生传，他读一读，生信心。然后3天3夜不吃饭不喝水的念佛，那个时候他真的是一心归命了。想到自身呢，除了罪恶就是罪恶，所以他就一心靠佛。那就第二个，叫二者决定深信。彼阿弥陀佛48愿，摄受众生。这阿弥陀佛发的48愿，就是摄受我们，接引我们，我们说就救度我们。然后无疑无虑，称彼愿力，定得往生。这个信心，这几句同学们要注意，无疑无虑。乘彼愿力，定得往生。所以善导大师说这个信呢，我们容易起。你看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难信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老放不下自身的观念。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受苦受难。我们最大的一个原因，也就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我们不依三宝，不依佛，不依法，不依僧。我们依靠什么呢？我们依靠自我的观念，用我们自己的观念去观察，一定是起烦恼，一定是常莫常流转，无有出离之缘。那这依报通途法门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根性不行，即使能看明白，又不见得能做得到。所以过去古大德判教说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呢，叫救度法门；阿弥陀佛以外的法门呢，叫修行法门。古大德这个说法。我们一听到之后非常清凉，我不知道同学们清凉不清凉，我很清凉，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修行，所以一看，哎呦，这个法门是救度救度就是说不靠你修到什么程度成就，要靠我们修到什么程度才能成就。我们就担心了，就不安心了。即使你现在达到那个程度，你也不安心。为什么不安心呢？因为娑婆世界修行它退转，你现在达到了，将来能不能达到？我们许多念佛人对往生的信心升不起来，什么原因？说师父我现在是能念佛呀。不知道临终的时候会不会念，你看他就想到现在可以往生，能念佛，那我临终的时候能不能念呢？就担忧了，你看这个疑虑就都出来了。所以一靠到我们修行上来，我们就不安了。因为我们修行无常。我们的功夫没成就，成就了，
也无常。这个是祖师讲的，中峰禅师讲，偶益大师讲。啊，中峰禅师讲说，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就是你那个功夫啊，是虚设的。中峰禅师说话太客气了。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啊，他跟我们讲的时候直接到位，我们说没有人情味在里面啊。同学们读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讲的时候，看同学们还没什么表情，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善导大师的话伤到我们修行人的啊，我就不说了。你看，若作如此安心，就前面讲那个真实心，若作如此安心，纵使苦力身心，日夜十二时，即走即坐，如自投然者，众名杂毒自散。就你修行修行修行修到最后，善导大师给你贴个标签，杂毒自散啊。中峰禅师说的还客气一点，一层虚设。善导大师说，杂毒自散，虚假之行，不明真实业也啊。所以这个提示对于我们来讲是当头一棒啊。同学们，真正认真修行的人会感到这棒打得很痛啊。你听了之后没反应，说明你没真干过。反正啊，原来是杂毒之善，哇，多亏啊。然后我们看这个修行的人，你看你修了半天杂毒之善啊，但是我们的心态是这样的话也不好啊。杂毒之善是告诉我们了，那同学们，我们要不要做？以后我们还要不要放生？我们还要不要认经？我们还要不要做好事啊？善导大师说了，我们这个心态去做呀，是杂毒之善，那我们还要不要做？我们这个世间的相续相是什么？就是因果。所以杂毒之善呢，是在什么情况下祖师告诉我们的啊？千万不能误会祖师把我们努力修行都否定掉了啊，是在讲往生的时候，祖师告诉我们，你那个行啊是杂毒之善，不可能不啊，欲回此杂毒之行，求生彼佛净土者，此必不可也。啊，往生的时候不能靠这个往生，并不是说让我们这些事都不做了。啊，你说我心也不真实，我对人好也是假的，啊，外表上威仪一点也是装的，那把我们的牢底都揭穿了。牢底一揭穿了，我们可能就不做好人了。反正我牢底已经被揭穿，是个恶人了，那我们就一恶到底吧。那你朝这个方向发展就错路了。所以我们学习这个注解，我们要知道祖师给我们疏导的方向是什么方向啊。所以看每一段文，我们怎么样个导归啊，什么样的方向啊。我们养成这个思维方式呢，我们遇到什么事情都导归净土，什么事情都导归净土啊。这个后面讲这个回向发愿心，所以这个深信之心的第二呢，就是决定深信阿弥陀佛的愿力摄受我们啊。这后面善导大师讲判刑的时候，我再跟大家把判教一块儿的分析出来啊，让我们学习当中这个体系清晰啊。我这样强调呢，是同学们不要误会啊。我们学了之后呢，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会有一种随缘的心态啊，就不用攀缘了。为什么呢？不是说做多少好事然后才能往生啊，放生要放多少，印经要印多少，做这个要做多少才能往生，不是这个啊。但是我们还要做，做怎么做呢？随缘做。印光大师教我们四个字，敦伦尽分。而我们真正的依靠点在阿弥陀佛的愿啊，阿弥陀佛的愿力。怎么样成阿弥陀佛的愿力呢？
善导大师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为标专念弥陀名号得生啊，所以前些天把答案已经给我们揭示出来了，就在这个佛号，称佛名即是成佛愿，成佛愿者必生净土啊。我们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是为往生而称啊，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当中有信心往生决定的这样一个心态，在称念名和名号当中，这个就是三心具足啊。后面因为还没讲回向发愿，等我讲完这三心之后，一总结拉到这句佛号上来，然后同学们就以这种心态来念佛，哇，念佛享受啊，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念这句阿弥陀佛啊。然后你再看看天亲菩萨往生论的五念门五种果门啊，菩萨给我们在生活当中落实分析啊，然后我们对这个法门越来越透彻，越来越清晰，我们的心安了啊。所以这个呢，我们第一个把我打死了，这个太好了啊！我们在往生这个事情就不在自身上计较，而是一心称念弥陀名号，成佛愿力啊！你看底下善导大师这句话，大家注意，又决定深信释迦佛说此观经三福九品定闪二善。大家注意，佛说三福，佛说九品，佛说定闪二善的目的是什么？是证明赞叹彼佛一正二报，一报就是极乐世界的环境，正报就是极乐世界的佛菩萨。目的是什么呢？使人心目，让我们向往极乐世界。所以佛说的三福九品乃至于定善，第一目的不是让我们做到啊，实际上呢就是让我们做到，我们也做不到。所以用三福用九品用十三定观来让我们知道什么？来让我们知道自己是罪恶生死凡夫啊，让我们知道旷劫以来常莫常流转，无有出离之缘，然后我们就会归命到第二个，决定深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摄受众生无依无力成彼愿力定得往生，这个人一定老老实实的就这一句符号了。凡是不老实，那个就是前面他不服，我怎么是罪恶生死凡夫呢？我修的行也不错呢，怎么是杂毒之善呢？你要不相信就麻烦了啊！你在这个佛号上不安住，你在阿弥陀佛这个大愿船上不老实，随时可能跳船啊，随时可能退信。所以前面的真实乃至后面的深信之心呢，我们真正分析清楚之后，我们就安心在这句佛号上。然后同学们，你自己这一生当中的归命处就六个字。同学们想想，学佛难吗？啊，你不遇到这个法门真难啊！有些人一进入佛法头都大了啊，一看大藏经，哇，这么多经，从哪部开始啊？什么事不干，读一遍可能都要读个三年五年的啊，就我们这个记性，读前面的后边不知道，读后面的前面根本就忘光了，然后你去落实你更乱啊，在生活当中怎么去落实呢？这个法门多简单啊，这个法门就像呼唤一样啊。同学们，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喊什么？我们同学很好，遇到困难喊阿弥陀佛。我以前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喊妈，因为从小时候喊妈喊习惯了。我小时候跟同学打架了，打不过找我爸爸
啊，遇到困难了、困苦了，有的时候喊妈妈，啊，饿了喊妈妈，挨打了喊爸爸，分工挺明确，啊，但是了生死，你喊爸爸妈妈没有用啊，啊，我刚学佛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刚接触我的师父，啊，那个时候我师父也快80岁了，啊，我在高中。那个时候喜欢体育运动，啊，参加学校的跑步比赛，啊，那个时候我跑步很快，啊，长跑，啊，跑啊跑啊，跑多少公里，然后跑到最累的时候，啊，因为那个长跑需要耐力，很辛苦，跑到最累的时候，我还嘴里面还喊：“师傅啊，给我力量吧！”我一边跑一边喊，那个时候都不知道念佛。啊，参加足球比赛呢，啊，我那个时候当守门员，啊，虽然个子不高，但守门员，我身体很灵活。结果我们犯规了，对方要罚点球，啊，同学们可能有知道足球就知道，罚点球很容易进，啊，对方在罚点球之前我就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那时候不知道念阿弥陀佛，结果队员一脚就把球踢飞了。哇，我就特别高兴，晚上就向我母亲报告：“哎呦，念佛菩萨很灵啊！”啊，我母亲说：“怎么灵啊？在比赛的时候，对方罚点球，我就念观音菩萨，他一脚就踢飞了。”啊，我考大学高考的时候，中午休息还到寺院去拜佛、念佛、求佛菩萨加持，啊，所以。在了生死这个事情上，我们要专靠阿弥陀佛。这个时候给我们透露一个好消息，啊，往生不是靠我们修得怎么样往生，而是靠阿弥陀佛愿力往生。同时也要警示我们同学们，我们要深信因果。你要不相信因果呢，这回说就，啊，原来不靠修行往生啊，那我就。放逸一点吧，这个就不好了。所以印光大师教我们记住四个字：念佛、因果。这样我们就平衡了。啊，我们也会好好修，断恶修善，敦伦尽分。同时呢，我们又不执着这个，我们执着的是念佛往生净土。啊，同学们，假如你这个心态这个发挥的淋漓尽致啊，你在这个人生当中非常轻松，啊，否则的话，越是末法时期呀，做好人越倒霉。同学们有没有发现？所以很多人都不想做好人了。做好人要吃亏，做好人要忍让，做好人用世间的观念看要倒霉，啊，人家欺负你，你要让。人家占你便宜，你要让；人家用机关算计你，你都看清楚了，你还得要装糊涂，没发现。啊，忍让，忍让。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好人呢，我坚持，为什么呢？心态不平衡。好到哪一天忍不住了，就爆发了。哎呀，我都忍你多少年了，这一下子就把所有的罪过全。以前所有的功德通通都破坏了，啊！假如我们以净土宗这个心态，同学们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忍让也好，吃亏也好，我们当时就给它消化掉，啊！以念佛的心态，自然在佛力的加持下，我们就消化掉了。这五念门叫回向门，啊！任何一个事物到我这来，我就把它消化得清净平等。啊，然后再以清净平等的缘起去过日子，任何事情到我这儿来就清净平等，谁来消化呢？佛的慈悲愿力来消化，我们净土中修学的观念来消化它。啊，这样我们就容易，啊，你就能感觉到念佛现世的利益，啊，我们经常提往生极乐世界以后的利益。把这个事情我们决定之后，我们还要拉到现实的利益上来。
让别人看到我们现前念佛就无比的快乐，啊，无比的欢喜，无比的，啊，我们说念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佛号一提起呀，心就安详，心就安乐。啊，所以佛说在这部经里面讲的三福九品定散二善，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让我们真正做到，啊，实际上我们也做不到，是通过去做，啊，去观，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业力深重，罪恶生死繁复，啊，然后我们就知道自己没有力量，啊，旷劫以来长莫长流转，无有出离之缘。啊，我们再把书翻过来122页，有决定深信《弥陀经》中十方恒沙诸佛正劝一切凡夫决定得生。啊，《弥陀经》里面的六方佛赞、十方佛赞，啊，《无量寿经》里面的十方佛赞，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在座诸位同修，乃至一切凡夫众生。成佛愿力决定得生，啊，昨天我举个例子，有人呢，十方诸佛的出广长舌相来证明你能往生，我们都不信。我们信谁的呢？信隔壁老张的，啊，为什么信他呢？他还说出个理由，因为他是学佛学40-50年了，那都是老居士了，所以他说我不能往生，所以我就不能往生。十方诸佛出广长舌相说他决定往生，他不相信。所以同学们底下要看了，啊，善导大师就教我们注意，啊，同学们往看往下看这个深信。又深信者，仰愿一切行者等。同学们看看祖师这个话是多么的诚恳。你看祖师说话都是仰，仰仰就是我们在上面，祖师在下面抬头看我们，啊，仰愿一切行者，啊，就是有缘遇到佛法的修行的，或者这个法门修学这个法门的念佛人，啊，一切行者等一心唯信佛语，不顾生命，决定一行，啊，这个句话非常重要。善导大师后面会随着这句话给我们展开来解释，让我们定心，啊，一心唯信佛语，啊，我们学佛一定要以佛的话为绝对标准，啊，后面善导大师会告诉我们以佛的话为标准，啊，菩萨说的话跟佛说的不一样，同学们是相信菩萨的还是相信佛的，啊，善导大师底下 会提示我们，佛遣舍者即舍，啊，我们舍什么？同学们，舍娑婆，啊，后面还会告诉我们要舍杂行，啊，杂行就是我们修行方法，我们主修的专修的要知道，啊，这个法门的正行，啊，善导大师后面会给我们判行，正行就是专称弥陀名号，其他的就是，啊，你一掺杂呀，这个等等的就杂行，啊，杂行就是你不是靠阿弥陀佛，你靠别的往生，就属于杂行的观念。杂行的人，善导大师说100个难得一两个往生，1000个难得3-4个往生，啊，正行专修的人呢，善导大师说100个往生，1000个往生，10000个往生。所以后面这个判行的时候，同学们也要注意看了，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行调整一下，调到正行，啊，那我们就100个人修100个人往生，1000个人修1000个人往生，我们就安心了，从信从行上安心，啊，
所以舍，舍娑婆，舍杂行，舍杂毒之善，舍对他们的依靠。佛遣行者即行，行的就是让我们专修，专称弥陀名号，专求西方净土，专靠阿弥陀佛，专到最专，所以这个老法师告诉我们，这个专字是秘诀，诚心的人他自然就专了。佛遣去处即去，佛遣我们去哪里啊？去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就发愿去。是名随顺佛教，随顺佛意，是名随顺佛愿，是名真佛弟子。随顺佛教，佛所有的教诲最后导归到念佛往生了。一切诸佛的本怀本意是什么呢？前面三岛大师都告诉我们，一切诸佛的本意就是我们念佛到极乐世界去。如来所以心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最后是名随顺佛愿，阿弥陀佛的愿是什么？阿弥陀佛的愿是摄受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就是佛要我去，然后我现在发愿去，就是顺佛愿。你这样做的话呢，善导大师告诉你，是你就是真佛弟子。同学们，如果你用普通法门、通途法门看我们现在，我们是什么？以前老法师讲经说呀，一个人要有三归，能得到三归，首先要做到第一福，那就通途法门的观念。你要做到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业，你才有基础，你才能受持三规。受持三规才是佛弟子，因为第一福还是世间福，第二福才是戒福，才入了佛门。我在学弥陀经的时候，弥陀经里面讲佛弟子，佛有三种弟子，长子是菩萨，次子是罗汉，还有一个干儿子，就是凡夫，就佛门外的佛弟子叫外子，这个外就是佛门外，或者说我们是外道，心外求法。所以在通途法门来看，我们都是假的，就是假佛弟子或者佛门外的佛弟子，我们还没有资格。所以按照通途法门看呢，我们真的是一无是处。偶益大师在46岁的时候，就是我们净土宗的第九代祖师。偶益大师在46岁的时候说自己在佛门里面是个三归行人。以前我们听说偶益大师先受戒，受戒之后把比丘戒舍了，做菩萨戒沙弥，后来到46岁的时候越学越深入，就像善导大师这个路子一样，发现自己是罪恶生死凡夫，旷劫以来常莫常流转，无有出离之缘。偶益大师只说自己是三归行人。同学们，偶益大师说自己是三归行人，我们呢？偶益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的第九代祖师，所以我们祖师说这个话，我们一反省，我们就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了。但是在无量寿经里面呢，佛告诉我们，依照无量寿经修学的，释迦牟尼佛说，于我法僧得名第一弟子。所以我们一念阿弥陀佛，一随顺佛阿弥陀佛的愿，就是随顺诸佛的愿，我们就，我前面向同学们报告，我们是业障深重的凡夫，我一发心念佛求生净土，我把这个作为我人生的主题，
你就变成不思议凡夫。为什么还叫不思议凡夫呢？就怕我们太骄傲了。佛说的你是如来第一弟子，然后我们出去，哎呦，原来我是如来第一弟子啊。那我们就容易傲慢。所以祖师我们叫不思议凡夫，后面还有凡夫，我们就不容易傲慢，但是我们也不会自卑，因为不思议。我们学善导大师的著作，同学们慢慢就体会到中峰禅师的一句话，在阿弥陀佛这个法门里面，修将迷雾至疏清。我们在这里面呢，自然就把那种高下心都融化掉了。为什么呢？高的杂毒善多一点，低的杂毒善少一点，都在我们自力这一边。我们把它放下，靠阿弥陀佛愿力，这个是人人都平等的机会。不管你是善凡夫还是恶凡夫，善导大师一句话就把它打掉，不论垢障，就我们的罪障我们不管的，不讨论这个，我们就讨论阿弥陀佛。我们大家在一起只讨论阿弥陀佛，不讨论我们的垢障。那我们就平等。我们有的人衣服穿得干净一点，有的脏一点，不讨论这个。这就平等了。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身体好的身体不好的都换了。你的衣服不好了，到极乐世界不要这件衣服。换一个统一的衣服，就阿弥陀佛的身体，阿弥陀佛的服装，大家就完全平等。超越我们那种边见的对立，超越我们种种的邪见思维，邪思维邪见，超越了就是正见正思维，八正道现前，超越种种苦难。所以这个随顺佛意，善导这个中峰禅师也讲，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横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你纵在自己修行上这个功夫上来靠这个功夫往生，不顺佛意。所以祖师就把我们靠功夫这个心打掉，我们往生就安心。许许多多的人念佛往生不决定，就是他把他往生的标准放在功夫上了。所以偶益大师、中峰禅师包括善导大师都提示我们，我们往生与否，你看偶益大师讲，得生与否在信愿之有无，后面才解说一句，品位高下在持名功夫之浅深。所以那个功夫是决定品位，不是决定你往生的，决定我们往生的是信愿。但是功夫越高不越好吗？功夫越高，我们说念佛的受用越明显，越会念越会发挥。这个话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所谓的功夫高，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所谓的功夫高，也就是信心增长，愿意依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给你一个圆满的果实，你愿意去用它。摆在每一个人面前，有的人用有的人不用，谁用谁就有受益。用的多的，用的彻底的，那受益就彻底。所以了解阿弥陀佛了解的越多，我们的受用越不可思议。所以天亲菩萨才让我们观察阿弥陀佛，观察极乐世界，叫观察门，代表我们的智慧，叫顺佛意。这个讲真佛弟子，我们从假佛弟子一发心念佛就变成真佛弟子。在无量寿经上，释迦牟尼佛说的更彻底，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第一弟子就是最快毕业的，最快成佛的。所以同学们，你学了这个法门之后啊，会打破我们许许多多常规观念。我们不就会把一些所谓的定性的东西就会打破。
我现在跟同学们举个例子，同学们，你说阿罗汉厉害，还是大老鼠厉害？你到外面问一问，阿罗汉厉害还是大老鼠厉害？对面那个人不理你了，这人头脑有问题。我们学了净土法门之后就不可思议呀！我们也不能说阿罗汉厉害，也不能说大老鼠厉害，看缘分。假如大老鼠遇到阿弥陀佛这个缘分，阿罗汉没遇到阿弥陀佛这个缘分，谁厉害？谁先成佛？一个众生造恶业堕地狱了，一个众生断见思证阿罗汉了，谁先成佛？现在我们就敢回答，不一定。堕地狱这个可能在地狱遇到阿弥陀佛，他念佛往生了，哇，堕地这狱这个先成佛。所以就会打破我们一些常规的观念，通途的观念。我说的比这个反差比较大，拿阿罗汉跟大老鼠比了。这个不是贬低阿罗汉，那我就诽谤三宝了。这是赞叹弥陀的愿力，不可思议。让我们珍惜我们现前遇到阿弥陀佛这个缘分。所以同学们，我们生在福中，学习这个经典，你要知福啊。我们念阿弥陀佛真的不可思议啊，一切诸佛之所护念。我们天天念弥陀经啊，有的时候念麻了，一切诸佛之所护念。护念就护念吧，好像没护念到我呢。我们念得麻木不仁了。过去有些祖师为什么那么震撼？因为他自己没遇到这个法门之前，他真的很修行。真修的时候才知道很难成就。断烦恼、伏烦恼，那还不算难的，难的是开智慧呀。见到彻底的真相。就成佛容易呀，开悟难。遇到这个法门之后啊，那真的是痛哭流涕呀，感恩阿弥陀佛，然后就一心归命阿弥陀佛。我们学善导大师的著作，同学们一遍一遍去读。有看到这方面的注解去看，把这个意思搞清楚，讯息清楚，我们这个。对净土法门的观念会有一个崭新的认识，我们对往生这个事情啊，会得到大安心、大满足，然后念佛那种受用，跟以前比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往下看，又一切行者，但能依此经，深信行者，必不误众生也。绝对不会耽误你，也就按照这部经佛教我们的方法，祖师大善导大师给我们开示，教我们修学的方法，你如法去做，绝对不耽误你，不会误导我们。何以故呢？为什么这样讲呢？佛是满足大悲人故，首先佛是大慈大悲，悲就是把我们的苦。满足就是圆满，时与故，佛说话没有人情味儿，不是说没有人情味儿，就不讲人情，讲实话，我刚才说错话了，佛子，那么大慈大悲怎么能没有人情味儿呢？就是他说法的时候不随人情，他说实话，我们凡夫在一块儿，有的时候要说点方便话，一见面了。哎呀，你比以前长得更庄严了，其实跟以前差不多，但是我们就要说好一听一点，这结缘嘛，常说哎，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做好人，有的时候我们说是太过分了，人家对方听了也好像骂人一样，所以说的要恰当一点，也别太误差太大，所以这个都是一种寒暄结缘，但佛说话是实语，没有一点妄语。
除佛与还，智行未满，在其学地，犹有正习二障未除，果愿未圆，此等凡圣，纵使测量诸佛教义，未能觉了。啊，就是这些，凡夫也好，圣人也好，包括菩萨在内，来测量佛的意思，也不能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习气、烦恼没有断干净，啊，果愿未圆，他没有证得圆满的佛果。虽有凭章，就虽然有文章有注解，要需请佛证，啊，要需请佛证为定也。啊，他写的文章要请佛做证明才能，啊，佛要印证他，才能做最终的依据。同学们，我们学完这个四帖书啊，后面有一段文，就是善导大师做这个注解的时候，善导大师就请佛来证明，啊，所以这个书叫做证成书，请佛来证明之后呢，就定版了，叫楷定书，就楷定古今，过去对净土法门解释的错误的、误会的，照着善导大师这个改，将来对净土中说明的，也要照着善导大师这个标准，楷它就是标准。跟这个不相应的说错了，所以印光大师说，以善导大师的注解，把这个注解要当作佛经来看，就是印定了这个就是佛经了，不能更改一字一句，以这个为标准，跟他说的不一样的照他改。那同学们，你听到这个话高兴不高兴？善导大师说，我们一切善恶凡夫成佛愿力都能往生，以后谁说你不能往生的，照这个改，就能往生，就这个意思啊。我们念阿弥陀佛决定往生，因为善导大师这个书告诉我们这个道理，然后善导大师请佛来证明，盖印了，就这么印证了。以后谁说你念佛不能往生，你说你照这个改，那我们就心就定了，永远都能安心在我们念佛决定往生。所以我们跟大家学习这个缘分，最重要的是这本经书摆在我们面前，善导大师的著作摆在我们面前，这个是经典的依据，祖师的传承，谁都搬不动的。啊，善导大师怕我们听了之后，以后遇到别的缘分还会被动心，所以善导大师在这部著作里面，后面有比喻，还有开示，就怕我们心不定。啊，同学们越往下读啊，越感动啊！阿弥陀佛的化身，善导和尚对我们的加持，啊，我们读这部著作感恩戴德，啊，原来我们往生是阿弥陀佛承办的。那同学们，阿弥陀佛会不会办事？哎呀，没办好，失误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我们做十件事，可能会不小心做错一件。或者高明一点的人做一百件不小心做错一件，啊，或者做一万件做错一件，那阿弥陀佛会不会，啊，阿弥陀佛说接引十方众生，啊，无量无边众生被阿弥陀佛 接走了，突然有一个阿弥陀佛忘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这佛是满足圆满的人，他不会有这些遗漏，不会有这些过失，正习二识都去尽了。啊，那菩萨就不一样了，他还是有一点欠缺，所以有的时候菩萨说的话还要佛来印证。同学们，这个法门一定记住，要佛来印证，菩萨说的话跟这个法门讲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都不能听。啊，后面善导大师会说，啊，我说了大家也没什么力量，善导大师说就有力量，我们读了这个著作来看着这本书，我来告诉大家这个力量强，不是我在讲。啊，同学们往下看，若称佛意即应可言，如是如是，若不可佛意者
既言汝等所说是亦不如是，不应者即同无计无利益啊，无利无益之语。佛应可者，即随顺佛之正教。若佛所有言说，即是正教、正义、正行、正解、正业、正智。若多若少，众不问菩萨、人天等，定其是非也。所以，同学们，往生这个事情，问谁呀？就问阿弥陀佛。啊，因为阿弥陀佛接我们。是故，啊，在后面讲，若佛所说即是了教，菩萨等说尽名不了教，应知。是故今时仰劝一切有缘往生人等，啊，想往生的人，唯可深信佛语，专注奉行。不可信用菩萨等不相应教，以为一爱，报祸自迷，废失往生之大义也。啊，所以同学们读善导大师这个四帖书之后啊，你真正用心慢慢读，体会，然后你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你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啊，因为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而且善导大师这个著作也很少有人遇到，啊，你看同学们，我们拿那个经书，都是我们同修现发心印的，啊，然后装订上，就《观经四帖书》这本经书流通的都不多，啊，有机会呢，同学们有遇到这个缘分，可以多印一点，啊，然后大家多读，这个话，这个是唐朝时候善导大师写的。你看有些话我们读着也很容易，都不用解释，大家都能读懂。啊，我们只要把它的方向搞正确了，意思很容易懂，然后往生也不难了。以后将来你遇到这些障碍呢，善导大师都教我们方法，同学们往下看。又深心深信者，决定建立自心，顺教修行，永除一错，啊，就顺这部经教来修学，啊，永远除去怀疑和错误，啊，不为一切别解别行易学易见易执之所退失，请动，啊，请动也。别解别行呢，就是他在佛法里面都是佛说的，啊，这个地方同学们要知道一个常识，因为我们修是净土宗，那么净土宗呢就有净土宗依据的经典，那假如你拿其他宗派的经典来看呢，我们又不能往生了。我以前跟同学们举过这方面的例子，啊，假如有人来说，哎呀，某某居士啊，您这念佛呀，你就念这一句佛号，怎么能往生呢？啊，我看你这么念，不能往生。啊，那我们也要冷静啊，我们也别跟他吵架。啊，我们说，我们要虚心请教。我说，那您说我不能往生，那一定有依据吗？你不能说没有依据的乱说吗？那请问你依据什么说我不能往生？啊，那他说某某菩萨说，那我们说叫依佛说的。啊，那好，那佛说了。啊，然后我们还要问啊，佛说了，说什么了？啊，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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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你不能往生。那我们再问，请问佛这些话在哪部经上说的？这佛在《法华经》上说的。佛在楞严经上说的，佛在圆觉经上说的，佛在某某经上说的，我说啊，那就阿弥陀佛了。为什么呢？我们净土中正一的经典，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普贤行愿品，啊，往生论，净土五经一论，
没在这那范围内佛说的都可以不依。为什么呢？他不是讲往生的事情，他是通途其他宗派的观念。所以印光大师讲，不能拿其他宗派就通途观念来评论净土特别法门。所以我们要问清楚了，反而就安心了。所以对方的障难反而变成我们安心的一个缘分。我们说我们能往生，我们也要摆出依据。有人说我们不能往生，也要找到依据。找到依据之后，我们心就安了。人家说我们不能往生，我们点点头，说的对。但我心里想，我肯定能往生。为什么呢？依据不同。所以以前我遇到一个居士，他就说，法师啊，你来一讲，我们一听，能往生。你走了，又遇到一个善知识一讲，不能往生。然后就问我，谁说的对？就那意思，我能不能往生呢？我就告诉他，那位善知识说的对，我说的也对，都有依据。他就听不懂。都有依据，那我到底能不能往生呢？我就给他举个比喻，就好比我们从这个地方坐飞机到北京，就从我们这个地方到北京，要求你一天之内到。有人说你不能到，为什么呢？说你骑自行车去，你一天肯定骑不到。那说对不对呀？对。那我说你坐飞机去，几个小时就到，对不对呀？对。我说这不就都对了吗？然后他说，我明白了，那个法师说的是自行车中，你说的是飞机中。我说完了，我一走了，那个法师一来，你跟那个法师讲，盖斯法师说了，你这个是自行车中，那我们就要吵架了。然后我就告诉他，都是飞机中，但是前面有个字不一样。那位法师给你讲的是驾飞机中，你会驾吗？你敢驾吗？驾起来了你会降落吗？不会降落多危险。我说我们觉得这是坐飞机中，坐飞机就没有那么多条件，肯上就可以了。阿弥陀佛，这个机票是免费的，什么人都可以上。驾飞机就不行，驾飞机就要看你会不会驾呀，身体呀，各个方面的都有很多考验。坐飞机师就不简单了。坐乘客就很简单。畜生都可以坐。那飞机上小猫小狗小兔子都可以上去。只要给它锁好了，别乱跳，别把飞机搞坏了，都可以上去。你说一个畜生跟我们一块上飞机到北京，谁先到？会不会因为他是畜生比我们晚到半个小时？飞机是平等载赴，所以在飞机上就是休将迷雾自疏勤。所以阿弥陀佛这个法门真的是清净平等觉，无量清净平等觉。这个地方我也提前的说出来了，后面善导大师还给我们 举例子，大家往下看。这个别解别行，一学一见一执，就是除了阿弥陀佛的一个法门以外的通途法门，乃至包括不是佛法其他的学者，我们听了之后呢，不能被他动摇。底下善导大师怕我们听不懂迷失了，给我们举例子了。所以同学们越往下看，你越体会到祖师的智慧和慈悲。底下设个问答，问曰：凡夫智浅，或障处深。那我们这个人业障重啊，没有智慧啊。若逢解行不同人，多引经论来相防难，正云一切罪障凡夫不得往生者，如云何对治彼难，成就信心，决定直进不生退却也？
同学们看看善导大师这个问到我们心眼里去了。啊，我们这个业障重，我也不懂佛法，来一个懂佛法的，几句话就给我说的晕头转向了，然后我就不能往生了，怎么办？我怎么对治呢？大家往下看，答曰：若有人多引经论证云不生者，有人拿引一些经论说我们不能往生，我们怎么办呢？哎呀，善导大师太慈悲了，我们怎么回答？他直接跟我们说清楚了。行者抱云，你就回答呀，仁者虽将经论来证，道不生。啊，你拿经论说我不能生，如我意者，决定不受辱破。啊，我的意思呢，绝对不会被你破坏。何以故？我为什么这样讲呢？然我亦不是不信彼诸经论。啊，你说的经论呢，我都相信，叫尽皆仰信，而且我是很非常相信。啊，仰这是尊重的，相信。然佛说彼经时，同学们这个地方是重点，注意了。后面看，处别、识别、对机别、利益别，大家注意这几个别。处别就是地点不同，识别就是时间时代不同，机别是对的根基不同，利益别就是得的利益不同。啊，又说彼经时，既非说观经、弥陀经等时，这个时间不同。所以，作为同学，你看有很多人啊，你比如说听我们老法师讲经啊，我就遇到很多同学，挺有意思，他今天听老法师讲经了。哇，信心充满，决定往生。过两天老法师又讲别的经，他又不行了。啊，然后他有的时候遇到我们，他就跟我们讨论：哎，你说老法师前两天说我能往生，今天有那么说我不能往生，那我到底能不能往生？啊，所以有很多同修啊，听老法师讲经也听乱了。啊，不要说听很多法师，就听一个法师讲经都容易乱，因为老法师摄受的面很广，所以说经的时候啊，就有处别。啊，说经的时候地点不同，有的时候老法师在这个国家讲，有的时候在那个国家讲。啊，识别，时代不同，对机别。啊。啊，老法师的法缘很好，对的基业，从上至国家领导到黎民百姓都有，他对的基不同，说法也不同。啊，利益别，那每个人求的利益不同。啊，你看我们来学佛，每个人求的不一样，这个我们也不是比较高下，因为我们自身的缘分，我们反省自己，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有哪个人一来学佛就求做佛的？啊，没有几个像六祖大师那样的。啊，一去参访五祖，五祖就问你来干什么来了？啊，六祖说我来做佛来了。啊，我们在寺院里面，你来几个居士，你们来干什么来了？啊，我们来做法会来了。啊，我们来诵经来了。啊，我们来参加这个共修来了。啊，没有几个敢说我来做佛来了。啊，但是这么说也没事，我们心里面明白就好了。啊，外现瑜伽相，内心念阿弥陀佛，因为在末法时期呀，你也不能太高调。啊，你一到寺院来，你来干什么来了？我来做佛来了。哇，对方也吓一跳。对方没受不了，他不一定了解嘛。啊，所以我们也要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们还说普通人能接受的话，但是我们内心安住在净土。
啊，这个我们不搞得，我们说不搞得太特殊化啊，不搞那个跟别人不一样啊，或者是这个啊显示自己啊，因为我们自己是业力深重的凡夫啊，但是我们的心要归到阿弥陀佛的净土，我们知道这个法门的殊胜啊，因缘成熟的时候。啊，我们把这个法门介绍出去。啊，介绍的时候呢，最好有经典依据，有祖师传承，我们说得清清楚楚。啊，这个要有力量，因为我们本身呢，人微言轻啊，我们说了之后不容易啊，让人采信，所以说出来要有依据，要有传承。所以这个地方同学们要记住了，后面底下。善导大师总结：然佛说教背机实义不同，彼即通说人天菩萨之解行。今说观经定善二善，唯为唯提及佛灭后五浊五苦等一切凡夫正言得生，唯此因缘，我今一心依此佛教，决定奉行。纵使汝等百千万亿倒不生者，唯增长成就我往生信心也。同学们，这段话呀，就整个上品上生章这些重要的话呀，你都把它印下来。啊，有人说你不能往生了，在这今天的白天你去到哪个道场参加共修，哇，一进去之后都说你不能往生，啊，然后你回家你把这段文一打开，就没事了，啊，要不然我们这个太容易被人动摇了，啊，在我们这个时代，你看资讯发达，在网上啊，你要搜讲经的资料非常多。哪个法门都有法师善知识弘扬，不是人家法师善知识有问题，是我们听了之后不会吸收。啊，你首先明确你是修哪一宗的，你那一宗依据的经典是什么，依据的传承是什么，我们就不乱了。所以这个叫判教判行，这个地方讲的就非常明显。啊，佛说这部经，不管说哪一部经，你要去了解。佛说这部经是对什么人讲的？啊，对什么根基讲的？什么时候讲的？在什么地方讲的？讲这部经目的是使众生得什么样的利益？所以佛教我们四依法呀，同学们千万要记住。你比如四依法里边有。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有些佛法我们做一下子就得利益，但是你那个利益只是人天里面的利益，它不了义，不能让你出生死。那佛就告诉我们要依了义的，不依不了义的。你可以照那个去做，但是你不要依靠它了生死，它了不了，它只是让你得人天福报。佛希望我们了义，希望我们成佛，所以藕益大师说，我们这个法门叫了义中无上了义，就是让我们做佛的，而且是直接不委屈的，不是说我们先凡夫，然后再阿罗汉，然后再菩萨，最后跳到佛上去。这个法门是一念相应。一念佛，所以我们净土宗是以莲花作为代表。莲花最，我们净土宗取莲花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就因果同时。啊，出污泥而不染，还先别提，就填因果同时，这个就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净土宗的祖师又称为莲宗祖师。啊，我们念佛。聚在一块儿的这个，有的时候叫莲社，啊，所以我们一从佛像舌根念，不觉花随足底生，这个因果同时的法门来载覆你，就佛愿来载覆我
所以这段话，同学们看，佛说教背基是对不同的根基，说时已不同，你说的那个呢，即通说人天菩萨之解行，就是通途法门。今此今说观经定散二善，就是我们这部观无量寿佛经，唯为唯就是唯一，为什么呢？为唯题，即佛灭后五浊五苦等一切凡夫正言得生，为此因缘。佛说这部经就是证明我们都能往生的，所以这个经叫往生经，我们这个法门叫净土法门。佛说这部观无量寿佛经，我们按照善导大师这句话，我们给它翻译的浅白一点，对于我来讲，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就是告诉我，是盖时你能往生。同学们念的时候把我的名字换成你的名字。所以以前我跟大家，跟一些道场同学学四十八愿的时候，说阿弥陀佛说我做佛时十方众生，我把那个十方众生改成我们自己的名字。一说十方众生，我们就好像，因为我们的心量没那么大嘛，好像佛说的这么多人，跟我好像不太明显。我做佛时，你是盖时，哇，这下就马上精神头就来了。你这么翻译，你看对不对？我可以这么翻译，你站在你角度那么翻译，把那个十方众生换成你的名字，哇，这个读起来就亲切。我做佛时，你是盖时，按照顺着我的愿，没有三恶道，不复更多三恶道。将来往生跟阿弥陀佛一样，身无差别，三十二相，身悉金色，以后你看这个愿，阿弥陀佛为我所发，我是业障深重的凡夫。所以我们凡夫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凡夫都有私心，一提到自己就不一样了。你说我在这个地方批评大家，同学们还能承受？我要指明某某人呢，你呀，哇，那个人就受不了了。那佛摄受也同样的道理，我们指某某人的名字，哇，我们这个精神就上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明了，这部观经是证明我们一切凡夫叫正言得生，为此因缘。所以我今一心依此佛教，决定奉行，就依这部经来行了。不改了，这一生都不改变，改变依据了，就依这部经来修了。纵使汝等百千万亿倒不生者，为增长成就我往生信心也。这句话印光大师讲过，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说过，全世界的念佛人不能往生，我也不怀疑我念佛不能往生啊。全世界都不能往生，我都相信我肯定往生。同学们，你要有祖师这个气派，有祖师这个信心，你身边的人都会受你影响。现在我们为什么弘扬这个法门人家不接受呢？因为我们自己都犹豫。可能我们念佛十年了二十年了都没什么消息。但是呢，这个法门确实不错，但是我怎么就没消息呢？这个是好事，我也劝家人念，因为我们都怀疑啊，你劝的时候都没有底气，你念吧，念佛好啊。对方问的好在什么地方？好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你好就好。你念多少年了？20多年了，怎么样？往生有把握吗？没有啊。然后劝人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弘扬啊，实际上是在好像没有把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的光明展发出来，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在论构造，都在构造上分析。我念了20多年了，这毛病习气啊也没改到哪去呀。你也念吧，兴许你念能改，我的根基可能差一点。
人家一看你都念20多年都这样了，你还劝我，他也不一定信。所以我们要彰显佛力。我们自身就是罪恶生死凡夫，所以善导大师给我们说得很清楚。所以纵使汝等百千万亿引导说不能往生的，为增长成就我往生信心。诸位同修，今天晚上这段文你读完了，真的读明白了，以后你遇到所有的缘都能够增长成就我们往生的信心，你不知不觉当中就影响到你身边的念佛人也好，不念佛人也好，你就有弘法的效果。为什么呢？你不怀疑。同学们，你有3年，我们从今天开始建立了。你看，你就保持这种信念3年，你身边的人看你就不一样。以前我一看到什么人，我的脑袋都是不能往生。那个时候你要找我助念，你就麻烦了。这个临终的人我去了，我一看，那临终的人一看我这个样子，本来还有点信念，一看哇，这法师都是看我这样了，看来我真的够呛了。念吧，能放下多少算多少，念吧，反正不念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吧。所以我们这个疑虑的磁场啊，你都会影响到别人。我一直一学这个法门，认清这个善导大师这个四帖书之后啊，同学们，你接触我，你看我看什么人都能往生。我们每个人都建立这种信心呢，有人见到你之后啊，他不愿意离开你，为什么呢？哇，我跟谁在一块都说我不能往生，就跟你在一块，你说我能往生，他自然的，同学们自然就都往这个经这个走。我不是说我是罪障深重的凡夫，我们自然就往观无量寿佛经上靠。因为只有这部经让我们往生，无量寿经说我这样人能往生，阿弥陀经说我这样人能往生，我没办法再去学别的经论了，因为学别的经论我都不能成就。只有阿弥陀佛这尊佛来呀，我能救得了你。别的佛说，哎呀，我以前举个比喻，我们一个人不小心掉到水里了。别的佛怎么教我们呢？别的佛也不是不好啊。别的佛有能力教我们不被淹死，但是呢你要靠自力。你比如说我掉水里了，其他佛就这么教我，石开石，掉下去了别慌张，把心定下来。同学们，我能定下来吗？我不会游泳啊，我都乱扑腾啊。然后定下来之后，看看看我的动作，右手怎么摆，左手怎么摆，腿怎么打水，不用讲了，下去了，已经淹死了。阿弥陀佛就知道，哎，你定下来，定不下来了，要命啊！我们执着这条命，怎么能定得下来啊？阿弥陀佛直接，别说了，捞吧，直接就给捞上来了，就不用教他，游不了泳。那个时候现学没时间了，就像我们这寿命短促。你学其他法门没时间了，没体力了，没有那样好的缘分了，没有那样好的善知识天天带着我们，所以我们再去学没时间，没这个因缘，就阿弥陀佛就捞吧。我们一念佛就这个手就有吸引力，一念吸上来了，摄受念佛众生摄取不舍，我们一念阿弥陀佛就吸在阿弥陀佛的手上，一捞就捞走了。所以这个法门它是靠佛力成就，所以这个印光大师给我们讲通途法门和特别法门，这个就有判教，判教我们等到讲到后面判刑的时候一块跟大家把它分析清楚，同学们再往下看，又善导大师怕我们还是没搞懂，给我们举个实例呀。又行者更像所言，仁者善听，我今为汝更说决定信相，就决定相信的那个相状是什么样，我们就照这个相来，大家看。所以这个善导大师的著作
我们容易弃入，因为它不靠我们修行，相信就行了。啊，祖师叫我们做，我就这么做。纵使地前菩萨罗汉披智佛等若一若多乃至遍满十方皆引经论正言不生者，我亦未起一念信心，为增长成就我清净信心。同学们，你看这个我们读的时候吓人不吓人？不是哪个高僧大德跟你讲啊，是地前菩萨，就是全教菩萨，还没有证得法身，然后阿罗汉披智佛若一，若一还已经够吓人了，若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乃至遍满十方。现在你身边坐的除了罗汉就是菩萨来跟你讲，你这么念呐、啊，不能往生啊，因为你这个这有什么业障，有什么罪障，而且都是皆引经论正言不生。善导大师告诉我们，我亦未起一念信心，不但不起一念啊，未起一念疑心，不但一念疑心不起，为增长成就我清净信心。同学们，你能经过这个考验之后，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人事物种种说法，你还会被动摇吗？这个就叫不乱。同学们，这个不乱，你看我们读完三岛大师这个著作，把这个体系搞清楚，你就永远不乱了。然后你一心向往极乐世界，一心专称名号，就叫一心不乱。同学们，这个一心不乱哪个人做不到？所以一心不乱有净土宗的解释，有其他宗的解释。你按照其他宗派的解释，我们就完了。一心不乱分事一心、理一心啊。事一心里面有功夫成片，我们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老也成不了片？成不了片，我们降低一点吧，功夫成串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串不起来。我们再降一点吧，功夫成线吧，就越来越细了，最后线也线不成，然后又不得不念，念了又不能往生啊，又不见得能往生，我们就很苦恼啊。这善导大师一引导，我们就知道这个一心不乱呢，是佛加持我们。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把这个事情给我们写清楚了，我们就不乱了。以后谁说我们能不能往生，我一点不受影响。为什么呢？不乱了。你说的是哪部经哪部论，我依据的是哪部经哪部论。你说的是什么宗旨，我要修的是什么宗旨。你所说的是依靠什么，我依靠的是什么，你都非常清晰，你怎么会乱？他说你不能往生是靠修行，我说我决定往生，我是靠佛愿啊，所以各有所宗，我们清清楚楚，永远不乱。我们就专心靠佛愿，专心称名号，一心求生净土，一心不乱。然后我们在读弥陀经的时候，大家就欢喜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你将来的果报是什么？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我们在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了，现在我面前之后，世人终时心不颠倒。这个心不颠倒，藕益大师给我们说的非常清楚，是阿弥陀佛现前之后，慈悲加佑，令心不乱啊。这我们听了之后，大家越来越清晰，然后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同学们听明白啊，你就我就向大家报告印光大师那句话，你就念佛等死吧啊。
绝对往生。啊，为什么印光大师在文这个官房里写个念佛等死？啊，不怕死了，因为死的时候阿弥陀佛绝对接我们走了。啊，要不然不能等啊，这个得先成功了才能等死，没成功怎么等死？啊，底下善导大师告诉我们原因，何以故？由佛语决定成就了义，不为一切所破坏故。佛在这部经上所说的话不被一切境界所破坏，这才叫真实语啊。所以无量寿经上讲三个真实：真实智慧、真实之际、真实之力。真实的东西是不被破坏的，凡是被破坏的都不真实。所以第一个自诚心就是真实心，第二个就深信之心，就是深信。啊，同学们看了善导大师更进一步了，大家往下看。又行者善听，注意听啊，纵使初地以上十地以来，若一若多，乃至遍满十方，异口同音皆云：释迦佛只赞弥陀，毁此三界六道，劝利众生专心念佛，即修愚善，必此一生后必定生彼国者，此必虚妄，不可依信也。你看看这地上菩萨，这个比前面又高了，这法身大事来说了，说佛说这个念佛往生啊，啊，祝佛这个止赞啊，此必虚妄，菩萨说这个是虚妄的，不可相信。我虽闻此等所说，亦不生一念疑心，为增长成就我决定上上信心。啊，菩萨来说都来证明我们的信心。我们有点想不通，大家往下看，说原因。何以故？乃由佛语真实绝了义故。佛是实知、实解、实见、实证，非是疑惑心中语故，不为一切菩萨意见意解之所破坏。若实是菩萨者，众不为佛教也。啊，这后面又转过来了，真的是大菩萨，他不会违背佛教的。但是同学们，这就证明了依佛起心啊，这个法门我们唯以佛为标准，以佛为标准，我们还以佛的净土啊，最原始的是净土三经啊，善导大师给我们开创净土宗，净土宗的正一经典，唐朝的时候是净土三经啊，是近代印光大师增加了念佛这个圆通章啊，还有一位啊善知识我忘记了，是增加的普贤行愿品，所以变成净土五经一论。唐朝的时候是三经一论啊，其实最原始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就依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啊，这是长到地上菩萨了。同学们再往下看，又自此事行者当知，纵使化佛报佛，若一若多，乃至遍满十方，个个辉光吐舌，遍覆十方，一一说言，释迦所说相赞啊，所说相赞劝啊，所说相赞劝发一切凡夫专心念佛，即修愚善，回愿得生彼净土者，此事虚妄，定无此事也。哇，现在一切化佛报佛都说没有这个事儿，大家能不能动摇啊？你看善导大师教我们，我虽闻此等诸佛所说，毕竟不起一念一退之心，为不得生彼佛国也。啊，佛来说都不动摇了。何以故？一佛一切佛所有知见解行正悟果位，
大悲等同，无少差别。是故一佛所至，即一切佛同至。如事前佛至断杀生十恶等罪，毕竟不犯不行者，即名十善十行，随顺六度之意。若有后佛出世，岂可改前十善令行十恶也？以此道理推验，明知诸佛言行不相违失，纵令施加指劝，一切凡夫尽此一生专念专修，舍命矣。彼定生彼国者，即十方诸佛悉皆同赞同劝同证。何以故？同体大悲故。一佛所化，即是一切佛化；一切佛化，即是一佛所化。即《弥陀经》中说：“释迦赞叹极乐种种庄严，又劝一切凡夫一日七日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次下文云：十方各有恒河沙等诸佛同赞释迦，能于五浊恶世。五浊恶时、恶世界、恶众生、恶见、恶烦恼、恶邪无信圣时，只赞弥陀名号，劝力众生称念，必定必得往生，即其正也。所以同学们，这个地方我们读下来，大家这个大意就懂了。就一切诸佛所化，一切诸佛所说的言说，不会违背所以一切诸佛来说这个法门不能成就，我们都不动摇了我们再把底下文读下来。又十方佛等恐为众生不信释迦一佛所说，即共同心同时各出舌相，遍覆三千世界，与诚实言，汝等众生皆应信是释迦所说所赞所证。同学们看底下这句话很重要，一切凡夫不问罪福多少，时节久尽，但能上进百年，下至一日七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必无疑也是故一佛所说，即一切佛同证同证成其事也。此名就人力性讲身性呢，讲的这一段是第一个就人力性。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佛就我们以这个法门以佛为标准，证明我们一切凡夫念佛都能往生。最后这一小段文很重要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最后这一小段我们明天呢再给它加强一下，说明一下今天我们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往生了我们也在借这个机会我们把学习功德、念佛功德回向我们的建国总理感恩他老人家把我们新加坡建造的这么好我也非常感恩建设这么好的新加坡，我才有机会在这边学佛学习讲经，又学到这个观经四帖书我们回向老人家得阿弥陀佛加持就像我们讲这一段，蒙无数化佛接引，上品上升，升西方极乐世界。好，我们念佛回向，阿弥陀佛。